好，而家马上安排发言，请发言嘅按下按钮。而家要求发言嘅，请按下按钮。我唔处理程序问题，处理规程，系处理规程问题，就唔系处理程序问题。陈伟议员，简短啲。我想问问就系头先你话要投票，只系响钟一分钟嗰、那个，系根据议事规则边一个章程，你可以单方面决定响钟系一分钟噶，可唔可以解释啊？秘书解释，秘书解释俾你知道。一分钟，主席，主席，根據財委會的程序第47條，先前委員已經就著這個項目已經做了一個決定，就是說以後如果有委員是要求記名表決，這個項目的、那個、表決中是會響一分鐘的。已經很清楚，你們支持反對這件事呢都是一個決定了出來的。現在三分鐘的討論盡快開始。馮檢基議員第一位。